哎，就不去别的占卜了。有啦，你忘来就忘到了一个老婆。对呀、啊，你还想怎样？我第一次这个呢。阿兰，是未成功还是你讲未出？唱歌台起码报上水就是你了嘞。哦，是哈。那我嘛是唱歌。不，伊讲平常时啊有唱。有唱有唱啊！我靠。我有有阿兰。我本身就是干牙麦。对。啊对对对。哦，是叫你几麦啊？无我讲牙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厉害的嘞，他们合唱唱那种死了都要阿兰为了你而活啊！哦，真的哦。哇塞，这么高难度的歌你会唱？新加坡蔡依林，新加坡周杰伦，老师为你而活有苦吗？可乐应该要唱。没有啦，我要哪里可能？阿伯这样，他都挺想要唱，要让你老婆唱一下。我来唱一下啦，要不要听？要不要听？会了吗？哇，唱一下。他今天没有，唱一下。打扮他肯定不上台的。今天红来红来播这些名，追来了追来。对对，红来说红来说红说。贝贝啊，贝贝啊，对呀，刚刚贝贝呀，贝贝，你这样做那边也像倒霉汤的呀。哎，那个哎，贝贝，贝贝那个词也叫贝贝。对。哎，贝贝，下次上来唱一下啦。哎，你的刚刚在台上，贝贝没有来呀？哎，我帮你，帮你那个老师，老师，好，欢迎陈刚哦。哎，叫人来高清。阿陈刚，阿姐的叫贝贝，阿姐姐的就旁边就好呗，阿姐们那就等电话。对 ，OK。陈刚，贝贝。姐就好，陈姐就好呗。他刚刚就是两条关，好了，请一个钱，一个钱，一个钱，还钱一个啦，还以为一个开头一个收场啊，这有点太差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合唱啊，对了，一个开头一个收场，我先来，我再他来帮助，然后我先回家睡觉。我说前后啊，前后啊，前后啊，好，那今天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刚刚要带来什么歌？刚刚带来这首跟那个乐乐合唱一首歌。哦哟，哦对，哦你因为你要跟我合唱，你不要跟老婆合唱。难怪我为了你而活，要什么歌？为了你而活，等一下，红灯这首吗？对着闹嘴炮，没有。如果你要唱这首歌，千万不要找他唱，因为我不想要强奸我们观众的耳朵。死了都要爱，不理你一直不痛快。快点，快点，你阿弟快去玩，死了都要爱，你死人不好你叫。No， 去玩了，死了。为你而活 ，OK， 我可以。不可以啦。好，你先冷静。开开玩笑而已，在台上讲话都不认真干嘛？没有，我们很认真的听你讲话呢。真的啊？对呀，我认真啊。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好了，两个朋友唱歌。好了，有你唱都没关系。有你唱对对对。好，来来来，什么歌？想要跟他合唱什么歌？